名主播陈雅琳要说出不为人知的感情故事。他还有别人，而且通常都是那个，就是可能第三者来告诉我，直接告诉我。而离谱的是，婚前就有了，你还嫁给他，甚至为此而想要轻生。你就会觉得说，那我是不是一了百了算了？对啊。每周四晚间9点，大脑先生。